调为震动或者关机。阿弥陀佛，示意台这边有捡到一件灰色的毛衣、哦、如果你们是谁丢掉的话，请来示意台这边认。灰色女生的毛衣外套，没有的话就要送出去给其他人结缘哦。Thank you.
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一起手。请主持人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Thank you.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的赐福。恭请圣尊加持贪为佛具供品。感谢师尊的加持，恭请圣尊升护摩法座。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恭请圣尊加持主持者报名表格。首先，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为我们主摊爱染明王护摩大法会，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师母、世界各地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前来护持法会。南无爱染明王护摩法会开始，拍掌弹指。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目，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顶放光加持，持上师心咒七遍。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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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 Om Siu Li Siu Li Maha Siu Li Siu Siu Li Soha。Om Siu Do Li Siu Do Li Siu Mo Li Siu Mo Li So Ha Om Vajranadam He He Hom Namo Samanto Modana Om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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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Wei So Ha。 念招请咒。 Om Ah Hom So Ha Om Ah Hom So Ha Om Ah Hom So Ha。 众弟子一心奉请。
那么根本传承上师大百莲花童子圣尊莲生活佛，那么根本传承上师大百莲花童子圣尊莲生活佛，那么根本传承上师大百莲花童子圣尊莲生活佛，一心祈请护摩祖尊，那么爱染明王，一心祈请护摩祖尊，那么爱染明王，一心祈请护摩祖尊，那么爱染明王，一心奉请大威德金刚、不动明王、四大天王，那么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释迦菩萨、彩虹雷藏寺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金刚明王殿金刚护法神座、真佛密院坛城诸佛菩萨、西雅图雷藏寺坛城诸佛菩萨、南山雅舍坛城诸佛菩萨、真佛文物坛城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三神、土地神、苗家神、风神、水神、火天神、龙神、十方空行护法神众、城隍敬主、放光加持此次护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Ah Hum 观想定力，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Om Ah Hum 观想定力，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 Hum 观想定力，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于起手。大曼达供养，首节供养手印，观想坛城前的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祖尊爱染明王，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共护法龙天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足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 Va Tathagata Yidamu Guru Nana Mienzala Khan Liliye Da Yen Mi。 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Om Bodhi Lanjal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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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hi Lanjali。 恭请圣尊转诸名加持。恭请圣尊金刚临除结界，加持报名表格及供品。
恭请圣尊金刚棒开颅结界。恭请圣尊点燃护摩火，供品下炉，演化息灾祈福，真意敬爱超度大手印。护摩火供开始，请大家恭念护摩主尊心咒。Thank you.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Dinto D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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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oye Soha, Om Jari Turi Jun Ti Soha,
Om Jambara Charang Charang Yeso Ha Om Ahom Beza Guru Bema Siddhi Hom Se Om Ahom Guru Be Ahu Sasamaha Lien Sheng Siddhi Hom Deata Om Bekatsiya Bekatsiya Maha Bekatsiya Raja Samo Kataria So Ha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由佛度一切弟子众等愿以此法会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圣尊作总回向。一心敬礼，譬如遮那佛。一心敬礼金刚萨埵一心敬礼普贤菩萨一心敬礼爱染明王祈请父母祖尊爱染明王放红色光接引幽冥众等往生清净佛国祈请加持众等的病业能够痊愈祈请加持大敬爱圆满中敬爱圆满小敬爱圆满祈请一切敬爱圆满请消除众等的业障增长资粮资粮具足增长智慧智慧圆满一心祈请爱染明王放红色光勒令众等以本尊速速相应一切障碍扫除获得敬爱圆满修行得力光明直胜果位真上佛国庄严让一会众等离苦得乐祈请大火光爱染明王光明色照勒令众等
一切吉祥，一切平安，一切安乐。敬礼父母祖尊爱染明王，天罗神在罗神，人罹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一切祈求皆能够圆满，所有的灾难，所有的冤业，所有的逆缘，所有的怨敌退散。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Om Peja Sato Samaya Marupanaya Peja Sato Deru Padicha Chacha Me Pawa Soto Kayo Me Pawa Sopo Kayo Me Pawa Anurato Me Pawa Sawa Siti Mempurayacha Sawa Gama Sucha Me Chitamu Sini J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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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班卡文萨瓦达塔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拉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哲卓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普卡尤美巴瓦安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哈西迪门布拉雅查萨瓦嘎玛苏扎美吉达摩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和班卡文萨瓦达塔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哲卓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普卡尤美巴瓦安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哈西迪门布拉雅查萨瓦嘎玛苏扎美吉达摩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和班卡文萨瓦达塔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一起受。念圆满咒。嗡布林嗡布林嗡布林嗡玛丽贝咪吽。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圣尊升法王座。请大家坐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圣尊主坛这么殊胜珍贵的护摩大法会。请大家恭敬合掌，一起虔诚恭请圣尊为大家做宝贵的法语开示。
好，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王卡玛巴，敬礼图登大吉上师，敬礼坛城诸尊，敬礼三宝，敬礼护摩祖尊，爱染明王。啊，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啊，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中华民国驻瑞典代表处廖东洲大使夫人 Judy 师姐。真佛宗中委会法律顾问周慧芳律师，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台北市议员切姆沙代表切慧琳师姐，复兴航空吴梅仙师姐，天音雅乐合唱团林义赞师姐，哦，他特别注音林玉展师姐，赞跟展差一个音，差一个高低音的庄敬耀医师，我下个礼拜没有护摩。好，进纽约。这个，我们今天是做爱染明王，那以前都跟大家讲过这个法，这个法是在香港，香港传的。香港传这个法，记得那一次他们香港用了很多的这个很多很特殊的啊，很特殊的啊，还有现代的这个乐器，就是有弹吉他的啦，有打鼓的啦，打西洋鼓的啊，一大堆，就是念这个咒。home 叉字 home 的 home 叉字 home 的 home 叉字 home 的这样子念 home 叉字 home 的 home 叉字 home 的弹吉他的这个咒语啊，是最短的咒，最短的咒。那么它的观想就比较复杂一点啊，观想比较复杂。那他的这个手印就是结这个触印，这个触啊，双手内薄，中指竖起，那么两个中指相触啊，相触，这个触就是接触的触啊，就爱染，爱染的意思就是双方接触啊，双方接触爱染。这个其实这个也是相应的，相应的意思。你跟活菩萨 touch，
是也是爱的，也是爱的，这个意思都在里面。有大爱染、中爱染、小爱染。大爱染呢，就是你的这个粉丝啊，那么英文就是粉丝啊。其实粉丝就是从英文翻过来的了，翻成中文的了，就粉丝，应该是吧 ？fans， 粉丝嘛。啊，这个当歌星的、当总统的、当那个都需要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粉丝，就是这个啊，这个手印。那么这个手，其实这个手还很多的手印的，单单举这个中指，这个很多的手印，交叉的就是爱染明王，这个分开的。就是地藏菩萨金刚牙，金刚牙就是地藏菩萨金刚牙啊。这个竖的指一点呢，这两根这样子接触，竖的指一点呢，就是吉利吉拉雅啊，就是那个普巴金刚。稍微圆一点呢，就是大威德金刚啊，文殊师利。大威德金刚都是这个印啊，这个单单这个中指就有地藏爱染，好，你看吉吉拉雅、大威德、文殊啊，都在这里面。那爱染明王呢，他本身的观想要分三个节。第一个节就是甘露瓶啊，甘露瓶，它底下它的法座从底下一个甘露瓶，甘露瓶是谁的？是阿弥陀佛的，所以用歇字，用歇字啊，歇，你观想歇字，然后再化为甘露瓶。那甘露瓶呢，中间呢升起一朵红色的莲花。红很红很红的莲花，这很红的莲花呢，用这个瓣做代表，瓣，大家知道瓣字啊，上面短一点，下面长一点，稍微弯曲一点，这是梵字的瓣啊，瓣，一个圈，上面有一个圈，就叫瓣，瓣先观想昼日。再变成红色的莲花，先出现甘露瓶，再出现红色的莲花，但是用昼日代表，歇日就化为甘露瓶，傍日就化为红色的莲花，再来就是爱染明王本身，它就是哄日，我们哄这个哄日。就化为这个爱染明王。那么爱染明王一共有六个手背，六只手背，大家知道的。这个第一对手呢，是持念珠跟莲花；第二对手呢，是持弓跟持箭；第三对手呢，是金刚铃。跟金刚触啊，金刚触跟金刚铃，全身放红色的光明，坐在千叶莲花的甘露瓶上，甘露瓶上，就有三个昼日，就代表三个，啊，先观想那个昼日出现，歇日的昼日出现，变为甘露瓶，再观想傍日出现。变为红色莲花，再观想后日出现，变成爱染明王。这个爱染明王的法在香港的时候已经传了，那时候的这个传法的人
就是莲灯上师，他已经到了这个玛哈双莲池，到了佛国境界，到了佛国境界。那么他的佛号啊，也就是法光佛，一样的都是法光佛，就是莲灯上师。那时候传法人，那我是在后面。他这个莲灯上师有一个习惯呢，他是写了这个手稿，他写了这个要讲的这个手稿，就一直讲，讲他的，就一直念这个手稿的东西。这个一直讲呢，讲那个，讲的快要吃晚饭了。那我在后面呢，我本来是要讲起这几个法的，结果他讲不完了，讲到几乎法会都快结束了，剩下这个几分钟。那时候莲妙上师很紧张啊，他说：“你一直讲个不完。”他就跟他去给他按写一个条子给他说：“这个赶快结束，这个叫莲灯赶快结束。”啊，莲灯说：“我这个稿还没念完，我如何这样子突然间结束？好像他刹车他不会，他开着车突然间叫他刹车他不会，那目的地还没有达到，怎么可以刹车呢？”来，他又继续讲，这是莲灯上师的这个，他又继续讲，莲妙上师就走过去。在他那个跟他讲，时间不够了，要赶快结束了。莲灯上师跟他讲，我结束不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在中途之间呢、想个办法把他给他 close 这样子，没办法。那他呢，他就是一定要把那个稿讲完了，然后。再来莲妙上师第三次再上去，你不讲完，你不赶快结束，我没有时间的啦，是都已经快吃饭了。但是他就是刚刚了，那坐一下子，怎么办呢？怎么办？凉拌呢？他还继续念他。这是莲灯上师的这个故事，到最后他讲完结束的时候，我剩下大概剩下二十分钟吧。我二十分钟之内啊，我就把那个一些法全部把它讲完，包括这个画像法、断恶法、画像法、敬爱法、甘露水法、科相法、这个解毒法，这些法就在二十分钟里面给他这样给他咔嚓就给他结束。不过这个其实讲起来，画像法的意思就是说，你画甘露瓶、画莲花、画安然明王，你要把它印在你脑海里面，用画的最快，要观想比较容易。其实你用画的啊，用画的，参照这个图啊，给他画，用画，这个是画像画。断恶法呢，一手持弓，一手持剑，这个剑就变成很锋利的剑，这一射，哇，很厉害的，把那一条最微的快要断掉的这个红线给它咔嚓，给它射断。就盐就没有了，这个断掉恶盐，不是好的盐分，就给他断掉了，不能把两个人射死的，射死就完了，就是变成这个杀死也是死，这个。爱死也是死，爱死也是死啊！这个是断恶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敬爱法，这个敬爱法最重要，要红色的莲花的花花蕾是吧？啊，花蕊，蕊 ，are they red？ 可能你们的北京话就是要卷舌，将这个莲花的花蕊。108颗跑到附魔炉里面了、啊，要108个那个花蕾，花蕾的籽，108颗抛入附魔炉里面烧化。念咒的时候要 ，home 插枝 ，home 热，热令某某某跟某某某大敬爱，这样子才会成。在做附魔法的时候，就是有敬爱法的方法。另外，那个剑如果变成花剑，那个剑如果变成真正的有力的剑，是断恶法。如果那个剑变成一个花剑，这个花的花 flower 的这个剑，它就变成敬爱法，差别在这边而已。这个你观想，你这个高富帅的男朋友在前面，然后用一支箭，花箭射他的心，射中了，他就会跟你走，就是，他就那个男朋友就会跟你走，那是要做观想的，那个就是也是敬爱法。另外呢，那个女生。男生喜欢某一个女生，那么也把女生观想在你的面前，那么用这个黯然冥王，你自己变成黯然冥王，那时候用你的花箭射他的心，这个你就会搬到他的心中去住在那里，那个女生的心中就是被你住满了，那他永远都会敬爱，就是这样。这个我讲的敬爱法，甘露水法呢？所谓甘露水法，是莲花是由这个蚌出现出来的。那么甘露水法呢？它是把你的业障给它消除掉，就是要观想这个。红色的甘露水，因为黯然冥王是红色的，这个黯然冥王本身他的这个涌出那个甘露啊，他的全身化为甘露进到你里面，你的全身变成甘露啊，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到可以清净，可以清净你自己，把你身体的所有不好的业障全部给它消除掉，这是甘露水法。另外有刻像法，就是把黯然冥王刻在很小的这个上面，然后你吊着它，经常持咒，人家就会对你，你的上司也对你敬爱啊，这个他都会想起你啊，要升官啊，要发财啊，要调到更好的职位啊，他都会，你的上司都会想到你的贵人很多，用这个调着这个科相法是这样子的，要念满30万遍的黯然冥王咒，就会有相应的现象啊，这是科相法。另外还有解毒法，解毒法呢？你碰到任何一个食物，好像你喝酒或者这个吃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不新鲜的，但是你明明知道不新鲜，或者你不知道不新鲜，但是你对这个食物只要念了 home 插枝 home 热 home 插枝 home 热，
这个食物就会变成干净。这是解毒法，解毒法啊，明知道这个解毒法很奇怪啊、哦，很多人用黯然冥黄的这解毒法啊，我现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吃到有毒的东西，他到最后就是这个肠胃啊，肠胃脱水，肠胃也脱水，而且等于是说肠胃都变成混乱了，肠胃都变成混乱了，都已经吃到有毒的东西了。那么在显教呢，他就讲说吃到毒蘑菇啊，毒的蘑菇，所以他肠胃不适，他最后是应供。什么叫应供啊？就人家供养师父啊，叫做供斋啊，我供师父啊，这个食物最后是铁匠啊，有一个铁匠供养释迦牟尼佛，他就去铁匠的家里吃饭。那铁匠呢，用毒蘑菇给他吃，所以他就脱水，中毒就脱水。那时候恒河的水很近，他离开恒河很近，叫阿难去拿水，刚好500商人在上游经过，水都很混沌，所以阿难把空碗拿回来，没有水，没有水可以拿，没有干净的水可以拿，全部水都混沌啊，是这个原因。另外在密教的讲法又不一样，密教的讲法说释迦牟尼佛吃的是腐败的肉，腐败的那个肉有吃肉，但是肉是腐败的，这是密教讲的，因为密教可以吃肉，所以说他是吃到腐败的肉。显教就说吃到毒的蘑菇啊，素的啊，显教坚持说蘑菇，那密教就坚持肉。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说到底释迦牟尼佛吃的是什么中毒？那现在问大家，到底你知道他吃的什么中毒？反正传下来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是毒蘑菇，一个是腐败的肉，也搞不清楚到底吃了什么死的。那时候弟子也很多去应供啊，那难道没有一个弟子讲说吃了什么吗？反正到最后就传到最后，就密教说吃了腐败的肉，显教就说吃了毒蘑菇，没办法讲，反正只要是腐败的都是有毒，所以你只要念 home 擦脂 home 热，然后去碰触这个食物啊，拿起来吃就变成没有毒的。那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子的，你看解毒法啊，解毒法、科相法、甘露水法、精艾法、化相法，这个我一下子就讲完。啊，就是这么样子啊，很简单啊，就是你只要修到相应了，你这些法都可以做。那莲灯上师就在上面一直讲，啊，他不能刹车的啦，一定要他妈手稿讲完了。莲妙上师跟他讲都没用了，啊，莲妙上师一直跟他讲啊，赶快啊，结束啊，赶快 close 啊，赶快停止啊，啊，剩下20分钟给我讲，我就讲了这个，现在跟你们讲完了。这黯然冥王要跟活菩萨相应，他就是媒介，癌刃啊，日本话叫癌刃。啊，今天我看到有一个穿和服的，他真的是日本人呢，穿和服的 kimono， 和服叫做 kimono 是吗？
穿和服的，哦，在那边，在那边，他真的是日本人了。你有日本名字吗？啊，你用吗？啊，你用吗？练。他有日本名字的。You got it。好像是有穿裤子。他的日本名字啦，他日本名字，这他是日本，他啊，他是Joanna的子女，Joanna的子女啊，他住在日本，然后到美国来读书，到美国来读书的。他原来本身就是在日本长大的，日语很好嘛。这个记者如果采访你，你住在日本啊，从小到大，那你日语好吗？这个会被打的。在日本长大的，日语会不好？你问一个那个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你英文好吗？那真的是废话，那些记者在问话都是废话，很多废话的。啊，卢师尊，你写稿写那么多，哇，255本，你是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吗？我心中喊，你什么他的？对不对？那记者都在访问，就莫名其妙嘛。你写255本书啊，现在我在写255的书啊。他还问我，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吗？你是一本一本写的吗？我说，你混蛋啊你！难道我好几本这样子写？我当然是一本一本写的啊，那这还要问？哎，这真的是讲话也不经过脑筋。然后我们今天呢，再谈一下这个这两个啊，两个到印度留学的印度留学，一个就是卓米斯加也斯及达诺。心如准珠，这两个人派这两个人到印度去学习这个密法。在这个两个人要开始出发以前呢，这个堪布跟阿塞雷两个讲了一番西藏佛教史上非常有名的名言，也就是戒律是圣教的根本，佛教那时候我们称为圣教啊，圣教是神圣的一个宗教，神圣的宗教。最重要的是戒律，要守戒，戒律是圣教的根本，很重视戒律啊，必须要重视戒律，因为最重视戒律的是格鲁派。就是黄教，他最重视戒律。当初的时候，红教比较不重视戒律啊，比较不重视戒律。格鲁派，这个林马啊，林马派啊，林马派跟这个萨迦派跟国举派，林马派比较不重视戒律，那么格鲁派比较重视戒律，也就是黄教。这个在西藏佛教史里面最有名的，戒律是圣教的根本，没有戒律不用谈这个佛教。般若是圣教的心要，般若是圣教的心要，也就是佛的智慧，佛讲的话
佛的意思就是圣教的心要，这个佛教最重要的心要。密法是圣教的精髓，密法就是浓缩起来的，把这个身口意讲解清楚，以一身口意的密法去修的，那个是圣教的精髓，它的精华，最重要的精华。因为佛讲了很多的经典，那么你千经万典，你怎么一个大藏经你读不完？你知道大藏经有龙藏，乾隆皇帝所编的藏经，龙藏啊，也有大正藏，大正藏、龙藏，也有西夏的这个啊经藏，西夏皇朝，他也用西夏文啊编了一套的大藏经，西夏文也有大藏经的。那么西藏也一样有大藏经的，西藏文也一样有大藏经。那个经典那么多，它主要的经法就是密法是怎么样子修的。你们去到了天竺啊，到了印度，你们必须要应当好好的去听这些东西，然后把它接受，那么拿回到西藏来，拿回到西藏来弘扬佛法，主要的意思是这样。也是这两个人呢，就到了印度去了。这一句话很重要，这包括了经历论。佛教里面呢，三个力就是戒力啊，力就是戒力。经呢，就是佛所说的话。是圣言啊，他圣人所讲的话就是经。那么力就是戒力，论呢，可以讲是很重要的。这些修行人他修行的心得就叫做论，包含了这个。这句话就是经历论啊，经历跟论。密法就是所有论当中的一个精华，一定要拿回来。那这两个人呢，就去了印度了。这个由于啊，这两个人的个性想法不同，这个达诺信如准珠呢，他注重朝圣，朝圣呢，到了印度，他就去朝圣啊，八大圣地去朝圣。积极福报啊，他积了这些福报啊，去朝圣，当然好像是有福报呢。最后在金刚座住下，金刚座就是释迦牟尼佛打坐的地方，菩提盖亚啊，菩提盖亚的金刚座附近呢，他就住了下来。在佛学上并没有特殊成就啊，这个就是。只为自己啦，我到了天途，那么去朝拜圣地，啊，积极这个资粮，到最后到了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地方，菩提树下的金刚座，啊，他就坐在那边，啊，在附近呢就住下来，啊，也没有，最后不了了之，啊，两个人去印度学法，一个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称为说治疗，他自己能够度自己就好了，其他他不管，他没有把佛法拿回西藏。这个卓米呀就不一样啊，卓不要中意，你也去中意啊，叫你啊不能做坏事，你都去做坏事了。啊，这个违背了这个，做了很多的黑业，那个戒律不守，佛法怎么成？那根本就是不用谈了。
那个佛法是不会成的。有时候啊，你就是，好像有人讲，就你信仰基督，啊，信仰基督也好，你星期一到星期五，啊，星期一到星期六，你干的都是去偷人家的东西啊，去抢人家的东西啊。那礼拜天呢、啊，你就去到教堂去忏悔。啊，忏完悔以后啊，礼拜一到礼拜六又开始偷东西跟抢东西。那礼拜天呢到了，又去教堂又去忏悔，这样有用吗？当然是没有用的。所以佛教也是一样，杀盗淫妄酒，叫你守这五戒，基本上的五戒你都守不住，那你戒律根本不用谈了、啊、那就没有什么戒律可言，你佛法也不会有成就啊。所以他学了八年的戒律，戒律学了八年，你想想看，他真的是 很认真的。还有学了波叶，学了这个可以讲就是经，学经到那里去学经跟学戒律，所有的学问以后呢，这个卓米义师呢又到东印度，东印度在东印度时有一次见到有一位比丘啊，他到东印度的时候啊，见到有一个比丘，就是出家人，用一本尊无形的手承接化缘的供养，这个才厉害啊。他看到一个比丘啊，他在化缘，比丘在化缘，然后人家给他东西，他手都没有伸呢、啊，他手都没有伸，那个东西自然会自然到他的这个魄里面，自然到他的魄里面，这个是无形的手，无形的手，他用无形的手去接受人家的供养，好像我要拿你那个人站在那里要拿你的供养，你那个东西自己飞到我的魄里面了，这个就是有神通的力量。这个比丘一定是修行到他已经有神通的力量，能够做这种事情，就叫无形的手，无形的手，无形的手承受化缘的供养，他心里觉得哇，这个人很厉害。于是这个卓米义师啊，向这个比丘绕行，他们古代的时候对尊敬一个人，在他的身体，在他的身体的周围顺时钟绕行三匝，是绕三个圈圈，绕三个圈圈，然后向他顶礼，跟佛的教法一样。当初这个要问佛陀事情的时候啊，这个比那些那个罗汉站起来要问法，先绕释迦牟尼佛绕三匝，然后伏跪合掌，来请示这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这个道理，向这个比丘绕行顶礼多次，请求摄受，意思就是说，请比丘做他的师父，请这位比丘做他的师父，他哪里他能够用这种神力显现出来，一定是有道行。所以请他做师父。这个比丘啦、啊、这个比丘就是毗瓦巴的三传弟子，毗瓦巴道果的作者的三传弟子，一传传给谁？毗瓦巴一传传给那个人，第二个传的给另外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再传给第三个人，就是三传的弟子，毗瓦巴三传的弟子，他的名字叫波叶因陀罗留支，因陀罗留支啊，
相传弟子叫做波叶因陀罗留支。这个波叶因陀拉留支摄受他，就是让他皈依啊，就是说他就收他为弟子，收这个卓米做弟子，开始就讲授密法，教给他密法，将道果传给他，把道果传给卓米意识。卓米这个依止了四年，一共依止了四年，跟着这位比丘跟了四年，跟了四年以后呢，他尽得他的传承，得到他完全的这个传承，就是道果啊，道果的传承就是卓米意识。以后这个卓米意识就回到了西藏，住息在拉木。拉木，你看我今天中午讲拉木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以前有一个仁波切，跟着师尊的仁波切，就是那个 Om Chak 仁波切，常常到我们西雅图雷藏寺 Om Chak 仁波切。我讲拉木，在拉木这个地方，他回到了拉木，就是在西藏沙迦附近的，沙迦附近的刘古龙啊，刘古龙是一个地名，刘古龙。再从印度延请班智达，班智达迦雅多罗讲授诸法，同时供素修，素修就是供养了，素修就是供养，500两黄金，500两黄金是多少啊？500两，500两黄金是几公斤？25公斤，25公斤，如果一公斤是40000美金的话，当然40000多了。一公斤是40000美金，是40000美金啦。现在就是一公斤是40000美金，以现在的黄金来算，一公斤是40000美金，其实40000多了。那么，他供养他100万美金，100万美金，然后依止了四年，哎。一共5年，啊，叫他讲密法，一共5年，他学了很多的教法，就卓米意识学了很多的教法，这样了解，100万美金呢，俄五年，听法听5年，他供养100万美金，对了哈，100万。100万美金，500两黄金啊！我们现在算一算，哎，100万美金哦，这个师尊的弟子有500万，啊，听华听了那么多年，一个人供养100万美金，哇，师尊有多少？阿嬷喂。我是不敢想的，因为摸顶一次才1块钱。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块钱、啊、很多人都是20块、50块，也有100块的都有啊，也有甚至更多的啦。那大部分都是一块钱两块钱很少了，5块钱了、啊，对，1块钱5块钱这样，很不错的啦。心满意足啊，很好的，日子过得很愉快。这个，哇、哦，这个一下子供养这个500两黄金，哦，吓死人，那好紧，那就是100万。
他在那边学一共五年，学了很多的教法。这个卓米义师啊，他很精那个梵文，对梵文很懂啊，这个天土的这个梵文非常的懂，通达了显密的经系，显教密教所有的经典，翻译了不少经典，最重要的就是《洗金刚本系》，最重要的是《洗金刚本系》。《洗金刚本系》里面，你《洗金刚》师尊写《洗金刚》哦，《洗金刚》的讲义哦，啊，《大乐中的空性》就是《洗金刚》的讲义哦，我把它写出来，一本卖多少钱？啊？美金多少？五块啊，十五块啊，十五块，很便宜的啦。洗金刚不得了了，洗金刚讲义啊，尽收洗金刚的精华。你如果洗金刚你修成了，道果已经懂得了三分之二，你就懂得了三分之二。里面很多的道果的东西都在《洗金刚讲义》里面，在我的《大乐中的空性》《洗金刚讲义》里面，这都不得了的。我《洗金刚》写成书的，啊，写成书的，还有《十轮金刚》讲很多。我注重两个金刚法，一个是《洗金刚》，就萨迦教的《洗金刚》，另外呢。就是十轮金刚，十轮金刚我也讲了很多。老师问小明，知道为什么车跟人都要靠右行吗？其实在英国是不一样，英国是靠左啊，靠左。所以呢，小明就回答，因为菩萨保佑。啊，老师问小明啊，知道为什么车跟人都要靠右边行？小明回答，因为菩萨保佑。在台湾也是靠右行，美国也是靠右啊，美是这个靠右，这个英国呢就靠左，日本就跟着英国的，他也是靠左，香港也是跟着英国的，反正英国的殖民地大部分都是靠左的，靠左的没有保佑了。要找那个有保佑的，要菩萨要保佑你呀，应该靠右行。这个天底下就是这个样子，你到了别的国家，突然间这方向盘移到这边来，回到自己国家又移到这边，真的很不习惯呢。为什么全球地球这样子？为什么不统一呀？啊，统一到最后车子你也不用制造靠右的、靠左的，到最后就变成靠北。哎，靠北是台湾话。到最后靠北、靠腰都出来了，靠腰、靠北。靠北靠腰听好不？台湾人才听得懂了，总是靠山靠岛，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再来会不会？靠山山倒啊，靠人人跑啊，再来靠什么？好，靠自己最好。什么事情？其实我们修行完全是靠自己的，不能够靠别人。学了东西以后，完全靠自己去实修，你才能够有成就。这个昨天吃晚饭，老婆吃完了还想填饭，又怕
会增加肥胖，就在那边犹豫不决，在那边纠缠犹豫不决。这个我一句话让他果断的打开这个，打开这个饭盒啊，填了饭。他这位先生讲什么呢？都已经是大象了，还在乎瘦大象还是胖大象吗？啊，对不对？所以建议这个慧金上师啊，都已经是圆球了，还在乎有这个气球有没有气跟没有气吗？对不对？他现在每天呢、啊、运动2个小时，走路啊，就是一个球远远看过去，就是一个球从那边滚过来。他一个人拿着下雨天拿着伞，在这个西雅图雷藏寺的这个围墙那边走来走去。他说要走1-2个小时，绕着这个西雅图的这个雷藏寺的那个啊这样子转，在那边绕行。在那边绕行，拿着雨伞，远远看就是一团球这样滚滚滚滚到那边再滚回来。啊，那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啊，又看到他，怎么2-3下他就吃完了？这个样子，已经是球了，还管他这个。气充满了还是没有气充满，还是球了，这个漏了气还是球，对不对？不过我们学佛法是要这样子，必须要把它非常的充满啊，非常的充满，你必须要学习的非常的圆满。对于戒律你要懂，对于波叶你要懂，对于密法你要实修。密法就是佛法的精髓，西藏语密法就是佛法的精髓。但是你要有智慧，要佛如来的智慧，要有懂得守这个戒律，这样子才是圆满。有一天呢、啊，这个皇帝生病了，于是啊，召集大臣。这时候大臣问了：“皇上，你准备把皇位传给谁？”这个皇帝生病了，就传太医。结果太医就做了皇帝。这个真的，这些大臣真的是很笨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就传？我看那个西夏王朝啊，里面呢，其实西夏王朝也是都是战乱，其实也都是很多的战乱。10个皇帝当中啊，其中也有像这种现象。传的不对人，传呢，西夏王朝也有传不对人，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传有时候传不对的人就会坏了事。传法有时候在密教以前，在传法以前，大部分他以前的规矩很严，师父要看弟子看3年。啊，弟子要观察师父，也要观察3年，觉得说合的话，那师父再传法给弟子，再给他摄受，也就是让他皈依。他观察3年，啊，他这个弟子也要观察师父3年，这两边加起来就6年，这6年还传什么？命都快要没有了。所以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比较那个，好像说因为又有媒体又有广播的器材，
那么又有网络直播，啊，传法就不一样。所以反正就普传了，密法就已经普传。以前密法只在房室里面传，啊，在房室里面传，房室啊，不是讲那个房室，是皇帝的内院啊，内宫里面传，就传给那个好像皇帝呀、啊。或者几个大臣他们懂得秘法，其他不外传到民间的，现在已经普传了，就不一样了。而且现在有网络直播啊，不管你住得多远，你打开网络都可以听得到这个秘法啊，这是好现象，但也有一点不好，就是会误传给别人啊，像刚才那个皇帝讲的话，传太医，哇，太医当了皇上。啊，这个笑话应该大家都知道了。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家里养宠物的小朋友请举手，小明马上举手。老师问小朋友：“小明，你家里养了什么宠物啊？”小明回答：“我家里有好多的宠物，我爷爷养了一只狗，我奶奶养了一只猫，我妈妈养了一只松鼠，我养了一只兔子，这些都不算重要，我爸爸的宠物最厉害了。”老师好奇地问：“你爸爸养了什么宠物呢？”小明回答：“听妈妈说，爸爸在外面养了一只狐狸精。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呢。我还发现，我爸打了电话时啊，总是说家里有一只母老虎，我也找不到。问爷爷。”他吸了一口气说：“母老虎不止一只啊。”啊，今天说法就到这里结束。我马上等你哦。非常感谢圣尊精彩宝贵的法语开示，请大家协助把各自坐的椅子叠好。圆凳子请放在楼梯的两旁，有靠背的请放在架子上。恭请圣尊为与会大众做阿染明王法灌顶，含有皈依结缘灌顶。有靠背的椅子请放在架子上，请大家协助把有靠背的椅子放在架子上，谢谢。
感谢圣尊慈悲赐送爱惹明王法冠顶。做观想大礼拜，以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护摩法会圆满吉祥结束了，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感谢师母、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与大家的护持，以及网络直播现场观看的观众，谢谢大家，功德无量。网络直播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阿弥陀佛。 We now conclude this night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